你永远也想不到顶级黑客通过 MC 能有多离谱。视频开始，只见老哥通过喂鸡得到了蛋，到目前还很正常。东东小手点个赞，我们马上见识一下顶级黑客的实力。接着黑客大佬捡起了蛋，直接召唤出了嗅探者，老哥当场就懵逼了。What? No way! How? What? 你们 How did you do that? Simple red star. So, YOUW 滚出去！当黑客大神想要收集材料的时候 What? No way! How? What? How did you do that? Simple red star. 好家伙，我在 MZ 里也养过狗啊，但是这巨型犬，请把长见识的打在公屏上。骑着巨犬找到沙漠之后，黑客老哥徒手从岩浆湖里掏出了一扇地狱门。不是吧，您这手是不锈钢的吗？但接下来黑客大神要做的事情更是重量级，他拿起地狱门当场开导，还导出了猎人。当两个人来到墓地，我有人看到这个黑客当场收拾铺盖准备跑路了，谁知道黑客大哥当场就化身了肌肉猛男，上去直接把龙给撅死了。你说莫雨龙招谁惹谁了，这死的比窦娥还冤吧。